好，来继续，这件是透早6:38，离高速公路九北彰化系统的出口发生一台大货车自撞的车祸。这个货车的车体是留在外侧的路径，但是大货车的车头整个挂在护栏的边啊。这个零件甲物品是散落下骹国道一号路南中外车道，造成着国一彰化路段就北来塞9公里，路南来塞5公里。这个驾驶在半点钟了后，被救出来送病院。目前，这个路南三个车道甲就北的内侧的车道也是封起来。因为即卖当时这个上班时间，所以建议伫当地要用这条路的乡亲，爱提前改道来行驶，而且小心来驾驶。